主料，番茄两个，干木耳5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味精、葱白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所有材料，番茄泡干木耳，葱白、肉片、番茄切断。备用需要葱白，切断备用。锅加油，入葱白，爆香，加入木耳、肉片，翻炒一下，加入番茄，翻炒至番茄变软烂，加入调料即可出锅。出锅了，烹饪技巧：木耳泡发可以用温水比较快，番茄连皮炒不容易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。